现在张树林市长也恭喜得奖的同学们。看我这边。理事长也恭喜得奖的同学们。接下来颁发提升母系专任教师学术教学能量奖励金，这是本会于去年新通过之办法，为鼓励和表彰本系专任教师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方面的卓越成就。让我们有请陆一慧教授上台领奖。陆教授指导本系理工化硕士论文，荣获台湾女性经济学会最佳硕士论文奖。感谢理事长，也恭喜陆教授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轻松一下，一起欣赏表演。